飛到愛本行卡到位好省人，對菜地的客家文化歷史有行卡到位認識。新竹市文化局出版的《愛的新竹》內裡的圖書，先前出頭新竹市東區的竹田國小辦了一場新書發表會。文化局特別同四興業的劇團強行合作，同故事書地圖的內容改編做行業舞台劇，對深夜的意思委託新竹市十六間國小來順便演出認識場。行業舞台劇先發的表演弄到竹田國小的學生們哈哈大笑。新竹市文化局讲，全市总人口数约45万沙，其中客人差不多为三股一股。为了本国小的学生儿认识客家文化，老祖墙上开发的历史，所以绕墙一通作家对变成那个新竹内列图书。文化局从107年开始就启动了哪一个新竹的一个这个套书的写作计划，那我们今年完成了两本哦，一本就是《竹城少年》，一本就是《九降风起》。新竹市文化局讲，两本图书会分别送去新竹市各个中小学图书馆，来做乡土教育的补充教材，来推广客家文化。另外，为了增加国小中低年级的学生儿对书读内容的理解，特别邀请戏牛子剧团，把故事内容改编做客家舞台剧《红娘古传谱》。为了让这样的一个书本套书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，我们就是跟我们的戏友子剧团能够去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可以在我们新竹市的16所学校总共20个场次去做演出哦。一般的文本就只能透过个人的想象力，可是呢，借由戏友子的这样子的演出，其实让孩子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文本跟我们在地的生活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。那孩子也因为也看了这样戏友子演出，他们对于故事阅读的绘本会更有兴趣。新竹市文化局讲，我嘅新竹内列图书出版计划，总共本做五本书，下已经写好两本咧。南北会继续出版相关嘅书，咪为了客家剧团合作，改变下下多故事嘅内容，希望客家文化会当紧下去。客家新闻温温鸟新竹报道。